日本航空将于4月22日起开航东京成田至波士顿航线，成为亚洲唯一直飞波士顿的航空公司。将使用全新波音787梦幻客机提供载客服务，让旅客能拥有更高品质的飞行体验。与目前全球客机相比，飞行效能将提高 20%， 且为低噪音的机型，机舱里的设计也更为舒适。除了新航点波士顿，日本航空与同为寰宇一家成员的美国航空所合作的共同事业更提供了前往美国最绵密且完整的飞行网。旅客搭乘日航飞往美国东西岸后，可付费或免费衔接至美国其他190个机场。若选择 ICE 舱以上的商品，还可享有至少2个免费停点的优惠。